系啊，隔篱人士，家中隔篱人士嘅抗疫包，平时手册啦，有保险咁咧。咁咧，仲有啲就系话，又教你点样用嗰啲检测，快速检测啦，呢个系。跟住咧就讲翻咧，注意事项咧，有条手带俾你嘅。咁咧你咧就，如果即系当然仲系阳性咁，你要戴手带咧，佢自己你喺家居隔离噶嘛，咁你唔可以出街嘅。咁有呢啲咁嘅纸啦，跟住咧就有快速测试啦，落翻嘅。跟住有支。抗疫针啦，跟住咧就有个手带啦。咁因为有个手带啦，因为我都即系已经好翻晒噶啦。咁呢个对我嚟讲都冇乜用，不过我都会用快速测试啦，你又 check 住自己嘅进度啦。跟住仲有啲医疗确诊证嘅。咁大致上就系呢、这个家居检疫嘅测试包。